享和 Shane 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，我是新西亚。大家好，我是 Shane。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有关于 Kinky 的一些事情。变态的行为我们都叫做 Kinky。 首先呢，第一种 Kinky 的话应该是比较出街，是一些比较没那么的夸张的，比较不会有伤害性啦，这样子。他的 Kinky 就是很喜欢就是打屁股这一件事情。有吗？难道没有吗？难道还是打别的女人？到底是怎样？就是我觉得嘣嘣嘣嘣嘣锵的这种感觉，他蛮喜欢的。可是有些女生，可是有些女生怎么样？喜欢。干嘛这样？就是喜欢有些 choking。choking 我哪会啊？我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到底哪一个啦？什么 choking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。我现在就是不停给我暗示，我都是不想要给他任何的回答。我还蛮喜欢脖子这边，就是受到一些像被摇啊，对，是被摇压力啊，我就觉得哎，还蛮嗨的。倒不是说我自己喜欢被掐，所以大家就在路上请不要来掐我哈，拜拜拜。就是说呢，基本上好像就哎，这西施呀，哎，我就开始乱叫啊啊啊！这样子吗？就开始就 turn on。第二种 kinky 到 fetish 的话，我觉得是有点是性癖好，对，会有些不太一样这样子。OK， 像譬如说，我听过有些男生好像对于女生的这个脚啊，对啊，就是有一种比较，就是对女生的脚就有一种迷恋的一种。我真的很不懂这个，你的脚啊，就是还蛮丑的、啊。我的脚很丑。哎、欸，好像我有碰过哎、欸，真的还假的？那个是男朋友吗？以前我男朋友就是还蛮喜欢送我鞋子，就说哎、欸、穿上去给我看这样，我就说哦好，我就说我要，他就说、欸、等一下，慢一点。Oh my god！ 他每周送鞋子，后来就觉得说好像是因为他对脚就是还有蛮特殊的一个癖好啦，我觉得。我有一个经验过，是女生帮我用脚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奇怪的是用手就好啦。可是就用手就有很高难度啊。Oh yeah！ 那还有没有比较夸张的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喜欢 water sports。Woohoo！ 冲啦！在床上要怎么玩？其实 water sports 的意思是你喜欢。别人尿尿在你的身上，屁在你身上，对，或者你喜欢尿尿在他们的身上，什么时间点尿啊？高潮时候顺便尿？不一定啊，看那个人的心态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不是会把床给尿脏？对啊，有些人真的会准备工作啊。对啊，他们真的会准备一些塑胶袋啊，放在床上啊。哦、真的、哦？对啊，我跟我的室友，我们是三个人，三个男生，然后。我觉得我们只有发现他有这个癖好 ，OK， 然后就问他，哎、欸，你这样子很脏哎、欸，他说不会，我们都是在那个浴缸里面啊玩啊，然后我说，哎、欸，我也是在那边洗澡啊，真的不可以，他说，哦，好吧。他女朋友可以接受吗？他那个女朋友非常的 kinky，、okay. 因为我就在想说，如果说今天是我男朋友，他就觉得说还要企图尿在我身上有没有？然后就说哦要洗澡，你也知道就是好像在可以就是鱼目混珠，因为尿尿在 shower 当中，因为都是水嘛，他如果趁机尿在我身上，应该好像也不会被发现，你只是会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突然黄黄的？或者突然说哇，热热的？对对，以上呢就是有关于 kinky 或者是性癖好这样子，然后呢我们也非常的希望，如果大家呢就是在房间里面，你有遇到什么，你会觉得，哦，他到底在干嘛？ Oh my God. 对的，这一种奇怪的行径，也希望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对，还蛮好奇的。我觉得会还蛮好笑的。对，看到底是你玩的过分，还是他玩的过分？这样好，对，好了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Change your nails？ 哦，对呀，你喜欢吗？我自己好喜欢做的。不要碰，不要碰。Oh, okay, 我想自己做指甲彩绘啦，这样。所以你今天有干嘛吗？我今天我就有跟 Megan 去逛街啦。你喜欢什么样的鞋子？真皮的。哦，真皮。
对，你知道真皮的鞋子就是因为真皮嘛，所以说牛皮它的那个特性就是很柔软呐、啊，对，很柔软，还有就是有排汗嘛。哦，排汗，对，透气吧，透气，我觉得透气就是也还蛮好的这样子。哎，你看起来有点渴，你要不要喝什么啊？真的有一点口渴，要水杯吗？那我们家是有东西啦，那你等一下哈、哦。啊。哎，秀，你喝着可乐哎？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那个热狗堡吗？对啊，我这么故意的、啊。什么故意的？就因为热狗就是那个。没有，就这样啊。